为着要让区内边缘户会当感受到这里的温暖，七股区兴善团体来赠送着116的弱势家庭礼金，来减轻着疫情对着因的生活冲击，同时度过一个温暖的节日。七股区内经济弱势民众相对较侪，区公所为了协助区内弱势民众，日前成立兴善团。现在因家五日节，兴善团也特别准备1000的礼金，希望让因度过一个温馨的节日。同时也会使减轻疫情带来的冲击。因为端午节特别到啊吼，啊其实吼，咱遮的弱势家庭啦吼，那过年过节时阵吼，需要吼咱遮的社会各界因素吼啊，家己多关心吼。啊，阮七股兴善团即间就是伫端午节前夕吼，啊特别发放吼，咱每一户的困苦户吼，拢总有116户，啊1000的吼。端午安康的红包吼，啊，这虽然小小的心意啦吼，啊，主要吼嘛鼓励因哦去面对真个困难，哦啊，因为七股真济即个边缘户交困苦吼吼，因为各种家庭因素，啊，无法度吼能取得吼即个社会福利的身份哦，啊，当然就无法当去领政府的补助，啊，其实吼因的生活嘛是真困难啦吼，啊，所以需要大家去啊关心。即届总共发放予116的弱势民众。拢是针对无法度领取各项补助的边缘户，希望让伊会使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区长的重要工作，就是要将区内这弱势吼照顾好。那么，咱今仔这资源吼，拢是区内这公司行号、企业团体啊，交善心的个人吼啊集资吼啊，要来照顾七股这艰苦人。哦，伫遮嘛表示吼，非常的感谢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吼，端午节要到啊，啊，伫遮嘛呼吁大家吼，爱配合吼政府的。防疫吼，啊，将防疫的工作做好，啊，过一个快快乐乐的端午佳节。公所也是希望透过安尼的关照，抛砖引玉，让更加侪企业团体会使响应帮助弱势，共同帮助有需要的人渡过难关。记者郭博义，七股区参与报道。